还没有开始，其实也算开始了，就是不是都敲钟了？刚才讲说我们敲钟就开始，对，也算开始。对，表演者还没好，但是我也是在表演。今天其实就真的就气氛还蛮好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样异常的兴奋，觉得有点燥啊，就是好想要那个，好想要大声的跟大家聊天，很奇怪的一个感觉。那先分享一件比较令人鼻酸的消息好了，就是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，就是我们那个村内有一只狗，它叫做耳下。他是戴着红色的项圈，待会大家那个下课出去可以看到他，他今天被结扎了，他的心情有点低落，尾巴到现在都那个垂下去，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给他一点鼓励，他的主人在，对，我们就好好的告诉他，就是只是输精管打个结嘛，基本上你还是会有性欲的，大家记得就是给他鼓励。唱一首慢歌，忘记怎么弹。昨天在梦里，我又看见你，宝贝，他们说我不爱你，你拥有我的不只是经验，可是你比我小了6岁，受得了，宝贝，我知道，虽然你不说，如果我们就要结婚，我怎么能受得了？宝贝，别在夜里等我。我已经不会时常想他们，可是过去怎能全忘记？你不相信我，也不会再说。知道我不爱你，宝贝，人和人一场游戏，我愿意为你死去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宝贝，我也只能这样为你。游戏，我愿意为你死去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宝贝，我也只能这样为你，宝贝，我也只能这样为你。
一些那个，就是硬要说的话，就我们就直接哎，等一下，现在是只有两个报名吗？哦，那我再说一点话好了，就我们那个二月的那个节目单啊，跟海报已经出来了，所以大家待会可以在入口的地方索取。二月就是过新年嘛，如果大家新年期间还在台东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这边，我们初二就开工了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会放假，所以大家，过年都会在台东吗？现场应该蛮多外县市的人的吧，因为我们这地方的确在地人有点少，我也很努力啊，很想要那个，希望在地人可以来这里欢唱，欢唱。可是，对，我们可能大家比较喜欢投币式卡拉 OK， 所以就好，那就那个就希望，谢谢大家哈、欢迎第一个那个报名的朋友，他的名字，